不晓得弟兄姊妹手上有没有拿到这一份高雄市教会中壮圣徒九到十二月份周末开展的欢喜，弟兄姊妹都拿到了吗？对，都拿到。好，感谢主。简短的交通就说感谢主。我们中壮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已经开学了。好，我们齐聚一堂，好好享受所谓的一鱼四吃。接着晨兴圣言、新约圣经、旧约圣经的研读，使我们更丰富享受基督，更多的被装备。弟兄姊妹是为了什么？去，把我们所享受的丰富啊，能够分次流露出去。所以我们实在接着上一学期三到六月的开展，我们九到十二月份也有这样的周末的开展行动，感谢主。那所以请弟兄姊妹看到通启了吗？哈，我们读一下第二段好不好？第二段，好，看全地尽是饥饿人群，需你我分赐基督富余，受兴起打开约瑟粮仓，答应主的呼召，供人所需。主神说，我可差遣谁，谁敢为我们去呢？哦，主啊，是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照你所欲。神徒们起来，让我们与主一同有份神圣的历史行动，开展主的恢复。所以弟兄姊妹，特别高雄召会啊，今年盼望是人人入排，排排成心，感谢主。排呢，排排也能够福音。所以这一次九到十二月份，我们的负担也就是帮助我们要开展的，现在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北照顾区的鹿竹跟阿莲，一个是呢东照顾区的旗山跟美浓，我们有两个队。那我们这一次实在有个负担，就是到这两个区帮助那里的圣徒，甚至所谓的较软弱就不缺圣徒，那么帮助他们如何来建立诚信的生活，享受主的话，并且使他们也能够渴慕入牌。我们需要这是帮助实际所谓的开展的区啊，能够在这个圣徒能够更多的渴慕召回生活。所以我们是定9月29号到12月22号，是每周六的下午3点到晚上9点。好，那所以弟兄姊妹，若是你们现金实在也有负担，你们可以立刻填写报名。那不过我们是到下一周，我们在这个报名就会结束。那我们同时下一周就是10点10分到10点半休息的时间，凡愿意报名参加的弟兄姊妹，我们会有这样的聚集交通。感谢主。我有一点负担，就是刚刚我们读的信息里面，我们都是要装备真理，要成为得胜者。得胜者呢，他是叫我们能够认识神圣的经纶，是这样在生命里长大。其实这是有一个范围的，这个范围是在主的名里，跟在他的身体里。所以我们认识的神圣的经纶呢，我们都知道，装备这样的经纶呢，我们有一个天旨，那个天旨呢，就是我们要出去传福音。传福音是我们的天旨。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职业呢？那我们是在就职里呢，还是在失职？对，什么叫就职呢？是你在就业中呢，还是在失业中？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有这样的呼召，既然传福音是我们的天职，那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在就业中呢，你是在传福音中呢，还是你在失业中？所以我们借着这样子呢，我们不止呢有国内的这样的开展，我们还有海外的开展。阿门。上次记得弟兄姊妹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陈东方弟兄呼召我们，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啊？斯里兰卡。阿门。我们到斯里兰卡去。不只在国内而已，在国外也有开展，扩大我们的视野，也扩大我们的度量。把我们在座的呢，我们都是在就业中，我们不是在失业中，我们都应该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呢，有一个马上呢，因为上个礼拜已经有呼召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们有意愿能够就业呢，我们现在呢，我们希望你能够举手。我们就是在斯里兰卡的开展呢，
在十一点半呢，不，在十一点四十分，我们在金轮寺有一个交通，黄毛弟兄会把整个的愿景呢，整个传福音的这个行程呢，帮我们有所交通，把负担呢加给我们，所以我们希望呢，现在能够统计，如果你能够参加斯里兰卡的开展呢，希望你能够提，能够举手，我们点一下举手，Amen。感谢主，有心愿的就举手一下。阿们，因为我们要订便当，我们要订便当，有交通。数一下啊，阿们，把手举举好一点啊。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需要宝贝这样在斯里兰卡的开展。弟兄姊妹，我们这样有份于在那开展，我们就在那里与神一同写着神圣的历史，在那里留下神圣的脚踪。阿门。道主来都要得纪念。阿门。强长。阿门。那国内的开展呢？这个从请达到的人呢，你有心愿把这个单子填写以后。我们希望由各大组的组长收回，各大组的组长包括你负这个责任，把这些弟兄姊妹的心愿呢，把他们收回来，然后再交到我们这里来。是，今天就是分组的时候，请各大组组长收齐，然后下一周我们就当场交，然后我们就是十点十分到十点半会有具体交通。阿门。那十一点四十，斯里兰卡弟兄姊妹请到金轮寺，我们一起有交通。明白。